进化，有感而生，擦亮金钟，耀眼未来。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编剧奖得奖的是温玉芳，他和他的他，你们好强！透过雪泥时空交错的形式，让性伤害的暗影一点一滴的进入观众的视野，对权力有冷静的观察，对创伤有温柔的抚慰，令人动容的美丽故事。因为男女主角逗哭了我，所以我眼睛更小了。谢谢八大电视台的王总，然后四方四鱼的薛凤总经理、辛淑培总监，还有华文创的总监制叶如芬，没有这些长官，这个戏不会被发生。然后谢谢小弟老师，小弟老师带我写剧本很长的时间，他是我的人生的精神导师，没有老师我不会站在这里。还有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他们一直很担心我，希望他们今天很开心。然后还有一些长久以来支持我的好友们，潘怡豪，还有我的闺蜜蔡孟芬、柯燕欣，还有 Sam， 以及心心念念要我上台一定要讲的怡彤哥，我已经讲出你的名字了。然后还有很多在填调的时候帮助我的老师朋友们，容我在今晚之后再一一向你们致谢。然后谢谢大家，希望他和他的他虽然是一个沉重的故事，但是他不仅只是在揭露性侵创伤的痛苦，他更多的是希望陪伴受创的灵魂勇敢地走下去，希望这样的悲伤不再发生。谢谢大家。